各位光之战士，大家好，这里是 LZ 逃亡中的 KT。600版本马上就要来啦，我们终于可以前往闲人之都萨雷安。说到萨雷安，当然就是 Kenjin Pang。改版后有很高的几率可以在游戏内直接做出闲人胖，所以让我抢在改版之前自己做看看。开始做之前，当然就是考究游戏里面的说明了，我们可以知道它有鱼有蔬菜，超营养。那接下来是考究一下它的声音。结论呢，就是这个面包有鱼有菜，硬到靠北。那让我们马上开始。
谢各位看到这边啊，你都看到这边了，那就订阅一下吧。啊，面包的结论呢，其实不会很难吃啊，吃下去第一口会有面包跟鲑鱼的味道，多嚼一嚼，洋葱的味道就会咻飘出来。那那个外皮嚼碎吃下去的时候，像沙子一样会刮喉咙，所以呢需要配个饮料。后来呢，我做成了培根蛋吃，其实还 OK， 还不错啊。那就这样，感谢看到这边，记得订阅分享。这里是 KT 各位光之战士，我们6:00再见。